欢迎来到今夏最燃的亲子水上竞技节目碰发射。今天四道关卡大戏开锣，运球大战，神雕侠侣叱咤泳池，绝世武功惊呆对手。哎呀天哪，行，爸爸把孩子压到水里去了。转轮大战，惊现神秘魔咒，该跳的时候就跳啊，该跳的时候就跳啊，各路好汉为何纹丝不跳，纷纷落水。三号没跳过去呀，三号，哎呀，四号妈妈，四号妈妈也是没跳起来。车轮大战，阿哥哥哥也疯狂，一头扎进去，破釜沉舟，上演醉酒抢滩登陆。现在三道的妈妈竟然超过了四道的妈妈，各类花式落水，各种奋力向前。哇！谁能碰出完美高度？酷爽玩水之旅马上开始。欢迎来到由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进口安顿牛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全新亲子水上竞技节目碰发射。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八哥，也是这个裁判啊。那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哇，我身边的这个美人是谁？哇，是谁？是小燕子姐姐。天哪，天哪，干嘛呀？好讨厌。你来就来吧，你还带这么多选手来干嘛？那当然，我们今天都是来冲击捧发射的，而且并且要在捧发射上拿冠军。好，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身后的这组家庭啊。哎，来告诉大家，你今天模仿的是谁呀？我模仿的是小龙女。哎，小龙女。哦，所以老爸就是杨过啊。爸爸是杨过，不好意思，爸爸是杨过呀。怎么可能，这两只胳膊都在。对呀，而且是不是雕呢？你的雕呢？我穿越回来之后呢，手臂就接好了，然后雕停在停车场了。雕停在外面停车场是吧？好，那么非常好啊，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对神雕侠侣在我们的赛场上。那我们的赛场的规则到底是什么？我们赶紧来了解一下吧。好，运球大战游戏规则：家长和宝贝配合夹球，通过浮板通道，将球运至终点的球桶中，率先运完指定数量的家庭获得胜利。运球大战，三二一，开始！好，你看我们大家运球的姿势各不一样啊，有前后夹着的，有左右夹着的，还有在水里夹着的。嘿，四号赛道刚出发就飘。你确定在水里还能夹着吗？在水里，刚才的球已经飘到后面去了。你们没有发现你们那个绿色的球在后面？哎，老爸在后面，你背后。下了水之后，眼睛上就有水珠，没法看清。好，现在一马当先的呢，我们神雕侠侣和我们的一号赛道上的宝贝也是都很快哈。哎，看一下神雕队能不能够投球成功哈。要爸爸投球。哎呦，杨过没有投进呐！杨过，你不能用你的右手，你不能用你的左手，你要用你的右手呀。左手刚接上，不好使。你看一号家庭瞬间就投进了，厉害厉害。好，现在呢，一号家庭是一球领先啊。好，看我们三号家庭，家庭这个球能不能投进呢？能不能投进？宝宝来投吗？好，爸爸来投，爸爸来投。好，爸爸。哎呀，天哪！前功尽弃，赶快回到起点，再拿一个球吧。还在我们的这个篮筐上。弹了两下，弹得我们的心跳啊，是不是都快碎了？好，我们的这个神雕侠侣组合再一次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哎呀，投球的位置，然后爸爸把孩子压到水里去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喊要揪一下了？要把神雕喊过来帮忙？他这个揪我们没有学会啊。他可能在水里揪不出来，你知道吗？在水里噗噗噗噗就没有揪出来。好，现在呢，我们要看一下神雕队能不能够投球成功哈。是的，只要往前再跨一步。好，投球了，投篮了，这一次不要再投不进了。好，漂亮，非常漂亮的一个空心入球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号赛道，现在是已经一分在手，天下我有了。我发现我们现在不能说哪个赛道，因为说反正会给他们压力，说完就掉到水里去了。
但是你看我们四号赛道这个小姑娘宝宝呢，在我们的指压板上遇到一点困难，是的，应该是踩上去的时候那个体验不太好。哎呀，那种感觉啊，就像哎呀，球都丢了呀。好，我们的二号妈妈要投篮了。妈妈投，她投篮了。好，妈妈投，妈妈投，妈妈没投进，没投进呀。好，神雕侠侣进了一个球了。哇！现在神雕侠侣是两分。好。好，现在我们一号赛道只要投进，一号赛道只要投进这个球，就可以跟神雕侠侣争第一了。就看这一哎呀，打到我们摄像机的脚架，第二个池子里面去了。到我们摄像机的脚架，第二个池子里面去了。好，现在我们的神雕侠侣最后一个球。能不能投进？碰发射由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牧进口儿童牛奶独家冠名，感谢澳牧进口儿童牛奶提供的成长礼物。想当快乐梦想家，就去寻龙河麦吉启蒙岛乐园吧。正在播出。每组参赛的家庭呢，都可以获得由澳牧进口儿童牛奶提供的成长礼物一份。澳牧牛奶超好喝，还要感谢九阳铁脯电饭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九阳铁脯电饭煲，铁脯烧饭就是香。还要感谢圣娃养娃上蜜芽的蜜芽 APP 提供的终极大奖，圣娃养娃上蜜芽，蜜芽 APP 现在下载满199立减100。好，现在我们的神雕侠侣最后一个球。好，现在神的杨过，你这样骑着自己的裙子走，真的这个形象很奇怪哈。好，我们的这个五号赛道的神雕侠侣组合首先完成了我们的这个比赛。爸爸现在感觉怎么样？还在整理衣衫，现在感觉如何？还非常棒。哪里棒了？我那个掉了的手臂很给力。掉了的手臂很给力。问一下宝贝儿，你觉得爸爸棒不棒？棒。那你觉得是你棒还是爸爸棒？都棒。来，我们今天特别棒，在这一关获得的胜利，来击个掌好不好？耶，恭喜。在着重强调精子协调性的运球大战中，我们的神雕侠侣家庭技高一筹，成为第一个获得挑战终极关卡碰发射资格的家庭。在接下来的转轮大战中，谁能一战到底，拔得头筹呢？转轮大战游戏规则，家长和宝贝分别在指定位置就位，向上弹跳，躲过平移的转轮，坚持到最后，没有落水的家庭获得胜利。转轮大战，三二一开始。好，一号宝宝，这个太可惜了。二号女生会怕，很可惜。这个太可惜了。二号女生会怕，该跳的时候就跳啊，该跳的时候跳啊，该跳的时候跳啊，跳啊，怎么都不跳呢？怎么都不跳呢？跳啊！不会吧！跳啊！天哪！哎呦！跳啊！不会吧！跳啊！天哪！哎呦！天哪！哎呦！跳啊！跳啊！天哪！我们这个就是一轮游吗？没有一个跳起来的。剩下的吗？全都没跳起来，哎呦，太可惜了。那么接下来呢，就非常非常可怕了。我们的家长要出战的话，就变成直接就是决胜局了，直接进决赛。妈妈，刚才宝宝都没有跳起来，就直接落水了，怎么回事呀？他应该在犹豫。我觉得该跳时的时候就要跳，该出手时就出手。对，哇，妈妈是点评的非常的犀利，但是这一轮当中直接进入决赛的话，妈妈是我们家中唯一的一位女生，对不对？不知道其他的四位爸爸会不会手下留情？爸爸，你会不会手下留情？看情况。
好，之前说到该出手时就出手，我跟你说现在就出手。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大人组的比赛，三二一开始，加油。一号爸爸稳住，非常好。二号，现在来到二号家里，看他的表现，看他的表现，表现。三号，好。哎，三号，哎呦，三号没跳过去呀，没跳过去，哎呦。哎，三号，哎呦，三号没跳过去呀，没跳过去，哎呦。妈妈跳了，四号妈妈也是没跳起来。我觉得该跳时的时候就要跳，该出手时就出手。四号妈妈也是没跳起来。好，五号跳起来。哎呀！不要犹豫，跳起来！对，像这样跳过去就对了。一定要跳起来，不要犹豫。跳！不要犹豫，跳！你感觉到了就跳。好，现在呢，我们的一号赛道获得了最终的冠军。或许是因为转轮强大的魔力，各组家庭都早早的落水，只有汤伯成爸爸通过完美一跳获得胜利。成功进入终极挑战，接下来又到了状况百出的车轮大战，哪一组家庭可以突出重围，夺得小组冠军呢？欢迎裁判团来到我们最厉害的蜻蜓队，没错，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就是我们的车轮大战。哎，好了，可以了，别摇，我差点被你摇下去。哎呀，吓死我了！哎，别，你做裁判的心理承受能力应该强一点，因为你这样就害怕了。一会儿你见到我们那么厉害的选手，那你不得哭啊？哎呀，你们这边选手很厉害，拿出来看看呗。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小阿哥登场。有请小阿哥。你干什么？你对他尊敬一点，来。我很尊敬了。来，你来。哦，这看起来真的是阿哥的样子耶。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妈妈一起，我看一下那边。妈妈给我们打个招呼。妈妈来打个招呼。哎呦，天哪，这边是皇族气息啊。那当然了，今天捧发社的冠军非我们莫属了，对不对？你还管什么捧发社的冠军？现在我们先看看这个池子的比赛规则。车轮大战游戏规则：宝贝们进入车轮，滚动前进，到达对岸后，家长再进入车轮，往返一周，完成比赛，最先到达终点的家庭获胜。车轮大战，三二一开始，加油。哎，我们五赛道的这个小朋友一头扎进去。五赛道，我们是车轮大战，宝宝，我们真的放下到泳池了，你赶紧把你的车轮拿回来呀。五号泳池，我祝你一臂之力吧。快点，哎呀，好，可以，这个地方的队长帮忙是可以的啊。来，宝宝，你得往回游啊。这一段路程呢，我们没有跟车轮一起是不算的啊。好，哎，就在我拉车轮的时候，我们的小阿哥已经和我们的要额娘见面了。好，现在呢是换我们的格格出场了啊。我以为他们俩宫廷见面，文雅一点是吧？儒雅，没想到还是这么，快来动啊！操啊，咱们就是哈。哎呦，三号赛道。哎呀，看来我们的赛道真的很紧张。哎，我们的二号爸爸跟现在我们的四号妈妈并驾齐驱。但是二号爸爸现在呢，他的转轮呢整个横过来了，完了，现在就不好办了啊，动不了的状态。好，想办法调一下这个方向。格格这边啊，这个表现得非常好啊。在我们的这个转轮上呢，虽然是摇啊摇啊，但是现在的确是领先的状态。哎，是目前呢好像是最快的。好，现在呢二号泳池的爸爸也是进入一个返程的状态，而我们三号泳道的妈妈呢也是追过来了，速度都好快啊。二道的爸爸速度非常快，我们的格格要加油了。四号泳道的格格是不是没有力气了？难道是没有力气了吗？妈妈要把最后一点力气拿出来呀。好，我们这边二道
只要你上岸成功爬上岸，就算是比赛结束了啊！能不能成功上岸啊？现在三道的妈妈竟然超过了四道的妈妈，三道的妈妈有可能会反超，三道的妈妈你要想办法赶紧上岸，能不能上岸？现在三道的妈妈，谁先上岸谁就是冠军啊！上岸，三道的妈妈成功上岸了。竟然是成功逆转了。妈妈感觉怎么样？刚才游过来很累。为什么你觉得你比其他家庭快的优势是什么？因为每天坚持跑步。每天坚持跑步，你还不赶紧跑过来看看我们优秀的成绩？不，我现在跑过来看一下现在精疲力尽的格格哈，现在真的是精疲力尽，我完全动不了。来，我们帮忙一下，现在你们见过精疲力尽，你们见过格格上水是这样上的吗？这样上的吗？真是太不优雅了，这一段是不是？哎，这段要不要剪掉？要剪掉。格格上水是这样上的吗？这样上的吗？这样上的吗？太不优雅了。在车轮大战中，吴林泽和妈妈在最后的上岸阶段力压强敌，实现反超。接下来比拼速度的划桨大战即将开始，五组家庭谁能拿到本期最后一个挑战碰发射的资格呢？哎，雨辰队呢，现在是我们非常火热的一个池子，因为这个玩法呢实在太好玩了，而且呢赢了之后呢，还有我们的九阳铁斧电饭煲在等着大家，所以你们想不想要？哇塞，这个装扮是，请问你穿的这个衣服是想表现个什么意思呀？我们想当将军。哦，士兵。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医生。为了将军的梦想，加油啊！好，那么我们这一组呢也是卧虎藏龙，来先了解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吧。划桨大战游戏规则：家长从起点划桨出发，到达终点后，将船桨插入指定位置后返回，再由宝贝接力继续比赛。率先完成指定插桨数量的家庭获得胜利。划桨大战，三、二、一，开始！入水了，入水了，入水了！现在比水花大小吗？请看我们二道吗？对。哇，这个速度很快啊！二道这个划桨的方式真是有点吓到我，从来没有看到有这样划桨的啊！感觉骑的不是船，骑的是匹马。感觉骑的不是船，骑的是匹马。来，我们的宝贝要用力的往回了。哦，这个是我们的哥哥哈，啊，现在穿了一身这个。感觉是仙人的服装哈，所以呢速度非常的快。宝宝呢不知道能不能够继续保持这个优势。来，我们来看一下四道的宝宝现在有希望可以反超，可以反超啊，还有点不着急。我们现在三道啊，宝宝也慢慢的正在要反超了。四道家庭，哇，没想到二号反超啊。二号呢现在之前他的哥哥帮他节约了很多时间的，所以呢现在是率先插到了桨。哇塞，已经插上两个桨了，开始返回了啊。好，要抱好，现在是不能拉，我们要抱好，抱住。对，他在船上。哇塞，快艇，速度太快了一点。这个速度真是好快哦。我们看一下三道现在是我刚说他要插桨，要插桨，结果翻船了，结果就翻进去了哈。要上浮板，要上船，快点爬上浮板，爬上抓紧，抓紧，抓紧，好，回来了，你回来了啊！第三道的爸爸也已经出发了，但是我们第二道的哥哥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哥哥遇到一点困难，你得马上趴在我们的浮板上，并且保证自己对全部浮在水上的状态才能回来。正在顺利的往回走，顺利的往回走，来了啊！有点偏，要偏到别人池子里去了。二啊，要出别人池子里了。恭喜！成功返回了，恭喜啊！怎么样？现在感觉累不累啊？还好，
还好是吧？体力非常的好啊，速度很快，单手划桨，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姿势？因为我感觉上面我个人掌握不了平衡，歪着滑梯往这边滑。李子月和哥哥凭借着频率超快的划桨速度，以较大优势夺魁。现在挑战终极关卡的四组家庭已经全部产生，谁能一鹏飞天，笑到最后？终极挑战马上开始。请准备，选手做好准备，三二一，捧发射。非常的棒，表现得非常的棒。你对他刚才的这个301B 这套动作的完成，你打几分？怎至少要打10分吧。10分，满分。刚才在天空中翱翔的感觉怎么样？非常棒。再来一次，要不要？不要。现在呢，先估算一下自己的成绩吧，对不对？你觉得自己刚才有多高？肯定有6米以上。6米以上，非常有信心，非常的自信、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刚刚小龙女在空中最高的成绩是多高呢？他们的成绩是，6.2米，恭喜！很准啊，他说了，说六米就是六米哈。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蜜蜂队的捧发射了。大力士请准备，选手做好准备，加油，三二一，捧发射。宝贝今天很棒，是的。怎么样？预估一下刚才的成绩。应该能跳3-4米。哎，怎么是三四米？对。蜜蜂队的成绩是，汤波辰的这一跳能否超越严诗雅的6.2米？而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吴林泽和李子月，又是否能碰出新高度，直线反超呢？不要走开，答案马上揭晓。每组参赛的家庭呢，都可以获得由奥牧进口儿童牛奶提供的成长礼物一份。奥牧牛奶超好喝，想当快乐梦想家，快到寻龙河麦吉启蒙岛乐园来吧。蜜蜂队的成绩，我们蜜蜂队的成绩是5.1米。不管怎么样，他比他预算的还是高了1米多嘛，我们很满意了，满意了，哎，满意。好，接下来要出战的是哪一组呢？哇，就在你身边，女神队的要出战了啊！自告奋勇，大家都给他一点掌声，加油！加油！我们雨辰队的可以出发了，去吧，加油，加油，加油啊！大力士请准备，选手做好准备，玩得开心，加油，三二一，捧发射。
感觉摸到云了一样。接下来我要公布雨辰组的成绩，我们雨辰组最终成绩是，雨辰组的成绩是6.9米。看到了没有，我们的排名板上就突然一下唰窜上来一个雨辰队啊。yes。 哎呀，这中途杀出来一匹黑马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蜻蜓队啊。蜻蜓队作为最后一个出战的应该压力不小。哎，刚才看了前面他们的那个捧发射之后有没有压力？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妈妈会为我加油啊。妈妈以什么样，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她加油？哇，温馨嘞。你看，来到我们队，来到我们队就是不管怎么样先充满了浓浓的爱。哇，那也祝愿我们妈妈的这个母爱可以保证你可以捧发射到很高的距离。哎，好，宝贝加油啦。好，可以出发啦。大力士请准备，选手做好准备，3 2 1，捧发射。哇，哎，他好像刚才被捧起来稍微有点点慌乱，手摆了两下子。哎，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忘记所有伤痛来，一起摇摆，明天会发生什么好，现在呢，我们四组选手已经全部都已经比赛完毕了，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最终成绩如何吧。每组参赛的家庭呢，都可以获得由奥牧进口儿童牛奶提供的成长礼物一份，奥牧牛奶超好喝，还要感谢九阳铁普电饭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九阳铁普电饭煲，铁普烧饭就是香，还要感谢生娃养娃上蜜芽的蜜芽 APP 提供的终极大奖，生娃养娃上蜜芽，蜜芽 APP 现在下载满199立减100。哇，终于来到最后激动人心的时刻，要公布最后一个成绩了。现在呢，谁啊？现在暂时我们的冠军的宝座呢是雨辰队啊。是的，我们刚刚拿到了6.9米的好成绩。6.9米，也就是说想超过你的话必须要到达7米的这个范畴。好，我们没有公布的呢就是我们的蜻蜓队的，我们蜻蜓队的最终成绩，我们蜻蜓队的成绩就是蜻蜓队的成绩是4.8米。哇，好，现在呢我们的雨辰队获得了冠军，也就是说你们队获得的有我们的奥牧牛奶呀，九阳铁普电饭煲啊，还有最终的大奖我们的5000元的蜜芽 APP 购物券。也要感谢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观看了我们由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进口儿童牛奶独家冠名播出的捧发射。是的，我要像冠军一样有一个冠军的气势，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想来我们的这里拿走所有的奖品，记得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捧发射吧。没错，当然了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你们可以关注金卡通官方微博微信，就有可能来到捧发射，那么就可以拿到精美的礼物哟。每周一到周五晚请继续锁定我们的捧发射，今夏最燃的水上亲子经济节目。是的，谢谢所有的家庭的参与，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还有我们的白衣天使，谢谢大家，谢谢。哇，我们下期节目再一